将军啊，没有，是不对，将军，不说他的历史，你这么熟悉的，真的太了解了。齐江邦大家都知道啊，第三个是被强奸，后来没有老公啊，要养活孩子啊。他是我听说只有两个孩子，三个男生的，最后一个刚生出来嘛，没有老公，刚生出来没有，他是牙龙站街，没有，怎么又变成方姐去站街哦？没有生意啊，50块都没有人要他，他才来唱歌台的，因为为什么没有人叫他呀？50块给他，去到房间脱衣脱裤，他的内裤可以拿去包盲嘎，没有人家看了就跑了，没有关系。习惯了，下回他们，他们别给你我这个不可以的戏啊！你敢在他面前讲啦？如果在我们面前讲，我们又不敢论你。如果在主持的方式，不对，你不相信，你改次你问小芳。哎，小芳好，王来说你第三个孩子是被人家强奸生出来的，真的，我没有骗你。没有关系，没有人讲出来，我不敢讲。谁强奸，你知道吗？你吗？你是敢讲吗？不是，你知道谁强奸的吗？我都不知道歌台历史啊！又来了，又关老师的事。哎，我讲这样。阿浩会知道的，我讲只打鼓，内行人都知道的。来，麦克，你以为我乱说话了？来唱歌，恁哪恁真鸡婆啊？恁拢会知影什么历史？下一台，你给我记了。那我讲打鼓的，他们就这样变出来，不要乱来哦。不是我讲配音哦，我没有在台湾练那不还希望？来，唱歌，麦克。星夜的离别啊，星夜的离别，来一首。